在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哈。不过大家是领袖先都准备着了，好，先准备起来，好，那但是还是要看疫情的一个情况才会做最后的决定。目前我们也哈在啊不断的在检讨，好，就变成要这个升降级，那对于社会的安定可能也不好。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中。七月十二号马上就要到了，很多人在等那个指引跟解封。请问什么？大概目前有多少个行业已经在列在指，就是我们有列了指引，然后什么时候大概会公布？对，在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哈。不过大家是领袖先都准备着了，好，先准备起来，好，那但是还是要看疫情的一个情况才会做最后的决定。一位学者陈秀熙在线上记者会说，台湾的 RT 值已经连续一个月小于一，目前只有0.35，那以确诊人数、康复人数还有致死率评估的解封指数是0.32，认为是疫情获得控制，而且已经达到非常好的解封条件。指挥中心怎么看？这个算法有很多种哈，不过我们自己的一个监测哈，也都是哈，好几个礼拜都是 RT 值都小于一了哈。像我们自己是算0.69了哈，最后就是0.69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数值都是在变动的哈，都在变动的。好，但我想学者都有他的一个看法，我们都尊重了哈。那但是我们本来的标准哈，我们本来在定的标准大概是每天，好，就少于十人的不明哈，那不明感染源的病例，那每一周哈小于三，好，那目前我们也哈在啊不断的在检讨，好，未来这个数字怎么样选择一个，好，不要会变成很大的一个变动，好，要不然好用这样只有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，那很容易一个突发的事件，好，就变成要这个升降级，那对于社会的安定可能也不好。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中。